过年好呗！别着急，饭一会儿就到。大家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乐于助人。郭子，你是个好人。有事您说话。对，有事您说话。哎呀，以前吧，大家对我说有事您说话，我就特别高兴。现在。 我这心里特别难过，哭了，哭了，他老大哭了。郭子，芳姐，哎，你记得吗？94年春运，我说帮你买火车票，我说火车站我有人，我排了一宿的队，你们家那电脑，我说我能修，我给修炸了。后来我给你搭钱买了一个新的送给你，你没看出来？大伙还记得吗？就那一年，井水一整天，记不记得？记得。那不你给弄坏的？ 我给修好的，除了这些，还有电熨蛹，哎，双职工带娃，推拿老人送菜送饭，什么煤气罐呢，蜂窝煤呀，冬储大白菜呀，都是我帮着运，我帮着扛，到现在我这后腰我这还疼着呢。好，好，好样的！但是现在呢，大伙儿不需要我。需要。需要什么呀？我给你送菜，你要吗？哎，郭子，买菜回来了。啊，买回来了。哎，快快快，现成的。 有事您说话，慢点啊。走，帅哥，干嘛去？聚餐去。聚餐？对，定了吗？定了。美团订的。大伙儿对我客气了。王姐，票买了吗？买了，买了。买了。哦，那我送你啊。有事您说话。哎呀，你以为我这样就心安理得在家休息了？我就是无事重负了。 我更难受了。郭子，你走了？李大妈，我给你带着饼，热乎着呢。哦，哎呀，真好吃！谢谢你，小郭。我是老郭，我是小郭他爸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不跟他爸说。我知道谁干的。来吧，吃饭了。 吃饭了，吃饭了，把手机放下，看他干嘛？你别吃，你不用手机吗？点一个，点个外卖。哎，不想吃饭，想喝酒，你给我点一个白酒，来一瓶。不见了吗？哎，够能藏的呀。干喝呀？啊，花生米，给我点一个。有。 这也藏啊！不是能点吗？你给我点一个电熨斗的，给我点一个帮着王大爷修理羽绒服的，帮着点一个帮着王大爷修冰箱的，帮着点一个义务扫大街的，帮我点一个一个小时扛300斤白菜的。等等等，这天天外面演好人，跟儿子较什么劲啊？吃饭，您歇下吧啊！哼，我倒是想歇，我歇不住啊！是是是，来吃饭啊！王姐。 这就要走啊？等等我，哎，老郭，你还没吃饭呢。王姐，怎么着？这就走啊？我送你。约了车了，马上到。哪儿约的？没哪儿。多贵啊！坐我的。郭子不用了，小郭给的券啊。小子，出来，说，是不是你小子干的好事儿？不全是。啊，你成精了你，跟我，王姐。 哎呀，谁让你坐这车了？坐哪里呀？走走走走走，你打的车，你坐啊。车站见。他哪有咱这实力？郭子，郭子，有事您说话。好像走反了。给他去，你放心吧。呀，你家管家也没告诉我。李大爷，把车给我挪了，待会儿啊。
我不会开车呀。你儿子，快快快走，走走走。那辆车呢？开走了。咱们骑车去，快骑这个吧。不行，来不及，太远了。走，坐公交。来得及，师傅您好，准备回老家呀？刚到北京，刚下火车。啊，刚下火车。等会儿，师傅，刹车，刹车，坐反了，坐抬脚，抬脚。叔叔，进去。没事，车来了，快走，你们先。哎呀，坐地铁他根本就不堵车，放心吧，指定能赶上。要赶紧！哎呀！你过来，我们都到半天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有事您说话。笑什么笑？那么大本事，还给人订绿皮火车。高铁开走了，没赶上。临时改签的，不然王姨都回不去过年。回家吃饭，我去买点菜。求你了，让我买。有多少？九百五。多少五千？还要点别的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四千扫这个。买点白菜。哎，上哪儿去了？给你打电话都关机了。你好，美团晚药。谢谢，辛苦了，哥们。把这玩意拿走。还有手机。别啊，新手机拿着用吧。爸，他们。不是跟您作对，有事您说话。其实他们就是您。站住！这玩意儿我够不着，你帮我贴一下。另外，还有这手机，把你们那个给我装上。我终于知道我是怎么输的了。我是一个锅子，可人家有无数个锅子，甚至连我们儿子都加入了他们。啊！儿子，哎，没想到，让他把手机都拿出来，还不装上？就你没锅，谁说的？你装了，你也没有我会用。儿子，上菜。好，好，我点的，多快！我这大儿子帅不帅？帅。他爹一样帅。衣服不一样。谁说的？来，媳妇儿。现在一样了吧？美，是生活美好；团，是一起。美团是一起让生活更美好，有事儿，您说话。